昨天把他们带回来，啊，那我住处其实总共加起来有10坪，他们就喜欢窝在我这边，啊，单人床，重复2只猫，试试看看。这个地垫以前他们会抓，小时候会抓，怕会吃，现在长大比较聪明了，不会抓，不会吃啊，只会抓。所以就在垫我的床板，不然真的好硬哦。等下再把这个清一清。这是咔咔，现在颜色绿绿的，是因为我窗户有用那个塑胶的瓦楞板挡光，所以看起来颜色绿绿的。咔咔，菲菲嘞，菲菲来，菲菲，菲菲，这个袋子，他们昨天喜欢玩，把它咬出来。这个袋子里面有个纸板，距离我房间最少有2公尺。他要把它咬出来玩，把它收回去，他又把它咬出来，就算了，给他们玩吧。菲菲，菲菲，哦，撒娇哈，来，啊，单手抓猫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你看这样子很像那个抱小孩哦。这样子。嘿，嘿，跑走，好，拜拜。